只有一些少数，包括巫显龙他的子弟，像我们黑山他们这些人能跟日本人一起，其他不行啊。再来呢，这地方东山市场也就是他们的市场，就是日本交通的市场啊。在这地方交通又方便啊，这边要去淡水，这边有火车，这边设立一个双连火车站啊，台北后车站啊，在这地方很热闹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条东发展了啊。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啊本来有特别约好一个事情啊，但是约好的事情因为有一些问题，第一个当然是疫情关系，第二个呢